我是 Mr. Wong， 我賣軟膏已經有18年歷史了。我軟膏今天做今天買都沒有得閒份。首先我介紹的就是板丹味，它帶多少香和甜，很香的板丹味。接著你有 cherry 味，帶新鮮，吃在口裡不會黏牙，同時會香的 cherry 味。喜歡吃 cherry 的朋友可以來試一下。跟住有荔枝味嘅軟膏，除咗香荔枝味，仲有帶多少甜同埋彈牙，好多客仔都鍾意㗎。我仲有其他口味，有板丹，有榴槤，有荔枝等等，歡迎嚟幫襯啦。